朋友们，接下来我们特意邀请许明从小的好朋友，从美国赶来助阵演出的著名旅美小提琴演奏家李茂先生。李茂先生赴美交流教学已经20余载，在国外比赛中多次获得了大奖，并培养了众多的年轻的人才。这次回国之后，刚刚在沈阳音乐学院开完独奏音乐会，并被聘为客座教授。今天特意赶来加盟助阵，有请李茂先生。谢谢。李茂先生先为大家演奏《新疆之春》。